不不，我打字说。OK，大家好，欢迎收看 NACG 与 PSU 学生会主办的这个学生电竞联赛。今天是我们比赛的决赛，然后比赛双方的队伍呢是来自左边蓝色方的 WSND 跟右边红色方的 RSNDM 战队。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 BP 页面，好的，大家我是好。今天的解说江江。哎，我是今天解说小姨啊，看一下双方的 ban pick 吧。这边首先 WSND 还是 ban 掉了上单瑞文啊。上单瑞文在之前的几局比赛也是这个，也是意识到了燃烧你的梦这边上单选手很喜欢玩这种单带选手，也是打得非常不错。是的，还是针对了一下彼此的英雄池，respect 一下吧。然后这边也是顺手把这个剑姬也办掉了。是的，这边是想打算针对这个上单竞争到底了，因为在之前的采访也提到过，这位上单选手也是非常喜欢打单带这种类型的英雄的。准备把之前几场比赛拿出来效果比较好的英雄都全部 ban 掉。然后看看第三手是不是还要针对一下吧？第三手不我过感觉，前三个班全部都给上单，会不会太奢侈了一点？第三手选择 ban 掉了发条啊，发条也是这个燃烧李宁梦这边非常喜欢打的一手这个中野套路啊，他们非常喜欢拿上单皇打野皇手中单发条进行一个团战的这个 combo。然后这边反手红色方也是把这个死哥给搬掉了，也是可能比较怕这个死哥在16级以后的这样一套爆发以及他这个持续输出的能力。然后蓝色方这边是一手选下来了皇子，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打野了，不太可能，现在不太可能是皇子上单。哎，是的，因为知道对面燃烧你的梦很喜欢拿打野皇子，这边选择还是先把皇子抢掉。是的，一抢了皇子以后，红色方这边也是把左一给拿下来。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单英雄池能够选的位置的话，就要相对缩小一点。虽然说在这个就是6级以后，英雄差距可能有，但是一旦选出了左一，前期如果不好好兑现，或者是说在这个英雄选择上面出现一点偏差的话，是会被他点得很难受。这个就是左一跟吸血鬼的一个经典对象了，因为吸血鬼他前期实在是过于弱势，然后加上他这个血池跟左一的这个 Q 刚好有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这么一个时间差，所以说他的血池针对左一是其实打不出来太多效果的。那么现在这样的中单对线的话，其实就很考验这边蓝色方的吸血鬼的一个个人操作跟对这个左一的技能释放的时间的一个判断了。这边看一下蓝色方第三手选出的是这个卡尔玛，那么现在的对线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中单吸血鬼上单拖前卡尔玛，或者有可能是上单吸血鬼中单还没有出来扶住卡尔玛。看一下到，上单吸血鬼吗？上单吸血鬼如果是打近手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安全发育嘛，因为吸血鬼如果拿去打中的话，中路这个对线实在是太难打了，左一级到六级这个线上的伤害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左一，我觉得大概率是要带点燃的。I do not tolerate cowardice. 搬了个诺手。那么这边可能是认为这个卡尔玛是来打辅助的，所以决定继续针对上路。It's the last you'll get. 但其实红色方这样选下来以后，他们派就是下路组合和这个上单就需要选强 AD 型的了，要不然他们整体队伍伤害其实是会有一个短板的。是的，这边决定啊，针对一下下路啊，把德莱文和艾舍都 ban 掉了，应该是针对 ban 位啊，之前也是拿出来几次，效果应该都不错。那现在其实希维尔跟卡莎都还在场上，其实这边红色方既然有一个第四手的先选的位置，其实可以抢一下这两个英雄。先拿希维果尔然是拿下来了，这边。
哦，这边拿陆先，陆先那下路有可能要选出一个，哦，看一下怎么选择啊。如果是拿卢锡安去对线一个西维尔，其实不太舒服呀。还不太好说。陆先如果就是也是最近赛场上都比较常见到嘛，这个陆先这个 AD。是的，卢锡安在这几个版本其实是有了小幅加强的，然后加上这个版本改动，其实他现在的伤害不太像前几个版本一样那么的，就是在后期实在是没有。没得看，所以说现在拿出来卢锡安也是，就是可能是，也是一个队伍里头沟通商量以后的一个选择吧。那么杰锁下对来位了。入杰，那么应该是这个上单杰去打中路，然后辅助是一个卡尔玛。因为刚才我在考虑，就是如果这个卡尔玛去打上路的话，下路这个对线西贝尔加杰拉这种线上 poke 能力还算是比较强的英雄，对于陆先来说太难打了，所以还是选择让这个卡尔玛去打下路，给这个陆先一定的护盾这种保护吧。然后杰去跟中单左一对线，这样中路的 matchup 反正是应该是五五开的。我们看上路最后选出了卡米尔吧。其实这样的话，红色方的整体的伤害其实就已经拉平。这个西维尔跟卡米尔选出来的话，红色方这边是不太会缺 AD 伤害的。是的，然后这边这个阵容，因为我之前也解说过几次这个燃烧你的梦这个比赛嘛，这个中路这个酒桶加佐伊基本上属于他们的第二套阵容，就是也是他们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的一套阵容啊。然后这一把，其实我觉得最难打的还是这个卢锡安，因为他确实碰上像西维尔跟杰拉这样的下路组合的话，poke 起来会非常难受。加上说杰拉自己有一个 W 技能，可以种种子，种种子起来以后可以挡掉这个，看这个，对这个技能时间的把控吧。他如果把控的好的话，是可以把这个卡尔玛的 RQ 给直接挡掉的。那这样的话，如果卡尔玛在线上少两个，就前期如果少到两个 RQ 的话，那在这个换血方面是会非常非常亏的。而且就是在六级以前嘛，应该是不太可能会用到 RW 来给自己家 AD 这样一个护盾。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卢锡安的对线情况还是比较堪忧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游戏进入到 loading 画面，我们也是简单的对这个两队赛前的采访做一下介绍。好的，那我们么，首先，这边先介绍一下这个 WSND 这边的话，采访中他们说到训练期间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沟通问题嘛，因为下路双人组是韩国人，不太爱说话，所以他们现在还在鼓励沟通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打比赛的话，可能还是五个人，如果能够。沟通的话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这边的话，上单打野英雄海打法可稳可凶，中单精通刺客是 WSND 上代中单的传承，下路韩国 AD 辅助谨慎而且细致。那这样的话，以谨慎跟细致为标签的这个下路组合碰上西维尔跟这个杰拉，看看他们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吧。好的，谢谢江江。那么我这边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燃烧你的梦这个战队。燃烧你的梦也是我们之前一届 NACG 那个比较熟的一个面孔了，也打过很多场比赛。然后之前他们说他们之前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队之前沟通是一个挺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呢，打团的时候呢，大家都不说话，然后战术执行也不是很统一。虽然说现在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吧，但确实比以前更好，做得更好。然后现在呢会复盘，然后重新拟定最佳的战术。再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队员们就会知道如何处理了。然后这边那个上路呢，打法也是非常比较激进啊，需要打野配合。如果雪球没滚起来呢，就只能找机会去单带，团战能力也较弱啊。中路主玩法师啊，这几把比赛也是看到喜欢玩佐伊和发条这种玩法打得也非常棒。然后但也喜欢打架，下路比较稳定，打野会提供对面打野信息，比起 gank 来更擅长反蹲。然后这个队伍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线上打游戏认识的呗。然后说得到一起，然后又懂类似的梗嘛。然后这边也是说，我们很菜啊，别喷，呜呜呜。然后，然后是想对对手说，轻点打，打满 BO3 最好。现在你已经来到决赛了，这场比赛是本场 BO5 啊，也是为大家稍微提醒一下。然后这边的希望也是打赢一个队，体验一下胜利的感觉。只要拿下，翻过这场 BO5。大家都会听到你们的声音。
好的，那个这边时间也快结束了，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双方的招式技能和符文是怎么选择的。这边看然后到，我们这边看到，WSND 的对于这场比赛的目标就是夺冠，也是目标非常的 respect 一下啊。哎，是的，冠军。好的，我们看，马上进到游戏画面。好，我们现在进入游戏画面，是可以看见双方的天赋了。这边的话，在这个燃烧你的梦的话，这边杰拉是选择带了一个灵魂收割。这个天赋带出来的话，其实是有弊端的，但是如果一旦顺起来的话，杰拉的伤害也是会非常爆炸。因为像这样一个以前是作为中单存在的辅助，他在整个团队中间打 poke 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只要一个 QW 中下去以后，基本上是可以打出最大化伤害的。如果再碰上灵魂收割这样的天赋，在一个残血线，就是在一个残血对线的情况下，我首先用 QWW 把你的血线压低，然后后续就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收到下路双人组的这个身上掉落的灵魂，然后给自己充能。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说对线期没有打出压制效果的话，那么他在中后期的伤害就会很缺乏，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他的灵魂收割就会变得相对鸡肋一点，然后又没有了艾黎或者是彗星前期打 poke 的能力的话，他在线上的统治力也是会稍微弱一点的，所以说带这个天赋其实有利有弊，要看选手自己怎么发挥了。哎，我们这回可以看到啊，这个中单祖一这回是选择，不像之前几把，之前他都选择带的彗星了，这边是选择带的雷霆了，估计说线上对拼非常强力了，这边也是。我感觉在佐伊对上杰这样的传统刺客，在六级以前，如果说带一个雷霆的话，是很有可能造成单杀的，所以说这也是可能他为什么选择带雷霆的这样一个原因吧。也是没有选择从河道往下走，在这边是布了一个眼位，也是防西利亚，防止这个卡尔玛带着 RQ 直接在草丛埋伏。是的，这波很凶，已经压到塔下了。卡尔玛占据的，卡尔玛打死。闪现，EQ，但是这边是空了，反而是被塔打了，有吸血鬼拿下一血。这边也是有点可惜啊，吸血鬼的反应非常快，在第二次 Q 出来之前，发出了闪现，还没有一个近战的这样的话是出现了很大的失误了，这样的话双招也都交完了，然后反而让吸血鬼拿到了一血，那这样的话前期就会很舒服了。看一下这边皇子是打算来上路抓人吗？但是河道草是有视野的。要来一波吗？这边是有眼位的，但是刚刚踢上来就要放弃这波线吗？是的，皇子这边是直接带着一个扫描出门的。打算杀这波人，那么这边河道线是要走的吗？这边上路河道线的话，可能就是由蓝色方先手控下来，看看这边酒桶烧完石头人以后，会不会选择直接回城，然后来争夺下路这个河道线。这边这个刚才是没有回家，这个血量也是回上去。那么上路现在推一个 TP 的情况下，这边对反的这个非常差。皇子这边是照到了酒桶的位置。是两个经验。酒桶的话，现在去上路反的话，野区是已经清空的，他只能空而返，而且还浪费时间。这边的话，可能是不太明智的一个选择。哦，那么这边亏的太大了，酒桶现在
是的，这波亏大了。而且皇子刚才是看到机会，如果这边皇子肯定是这边皇子刚才是在上路开这个探照视野的时候看见了在这个石头人位置的酒桶，然后所以石头人这啊酒桶这边也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被洞察了，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是选择了一个反方向。我们看这边卡米尔继续过来追着这个吸血鬼打啊，虽然是被拿下了一血，但是也在气势上不能输的。皇子绕来下路，这边是要越了吗？两个人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直接 EQ 闪调起来，漂亮。反倒是在皇子里面的治疗这边也是酒桶适合反蹲，确实反蹲到了，不过这边也是下路双人组直接在塔下在这个三级的时候就直接被皇子给越塔了。而且这波皇子其实都是还没有回家的状态，这第一次回家才补出了自己的打野刀跟这个鞋子跟洪水晶，那这样的话其实下路节奏是很大的一波节奏。是的，护盾已经没有了，这边继续血池过来吸一口，最后一个 Q 平 A 带走的。这边直接先出了一个10%减 CG 的那个出法，自己的 CG 在顶级上快一点，尤其是盘面也是没有意识到他的 CG 有多快很慢，这边也是高级伤。是的，卡米尔这边可能要稍微计算一下双方的这个伤害差了，毕竟在这个装备上面现在是落后其实挺大的。下一波是恶魔宝典加这个燃烧果实对上两把短剑，杰拉是被 WEQ 到，接 E 闪现跟上来给点燃。两个人在这里皇城皮，这边是顶了三个后排兵直接 TP，但酒桶在这儿，一个一闪，吸血鬼传下来无功而返。这边还是打转了，这波。对，这波其实是打转了的，而且这波也稍微能给卡米尔一点喘息机会。卡米尔这波可以把他是的，他可以好好补一下自己的经验了。卡米尔这波为什么能打呢？我觉得是因为之前下路双 C 是来这帮下路双人。这边左一是空了一个 Q， 血量很受伤啊，而且这边皇子在后面，左一应该是看见了皇子，而且他拼了一下，但是这边他怎么走呢？好像意识到的下路和打野都不见了，这边杰拉想来中路抓几年，想想还是算了，和酒桶决定。是的，这边只是把河道的眼位稍微布一下。直接 W 上了，这边是没有点燃的，这边刚才如果有点燃的话闪现点燃 DF 二连，所以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你 DF 二连这边是要走一个 RQ 打到了杰拉，因为前期线上有点太强了，所以这个杰拉没有很好，没有太好的在线上破过的坎。是的，这边一空了，酒桶在旁边，但是杰拉这个位置也太危险了。像这样的话，蓝色方就已经在下路已经把这个破口给打开来了，是抓到了杰拉前期这个因为一波越塔以后两个人的这个伤害不足的情况，然后加上打野的一个针对，这样的话下路其实接下来的15分钟都不会太好打了。这边最新的是这个人大概掉了2波半以上的。我们看上路这一波给大吸血鬼，有一个塔能打死吗？没有打死。这波卡米尔是在塔下已经待不住了呀，他前期那样被这个塔没有控制好塔的距离，看这边酒桶这一波能不能收下吸血鬼，收下来了600的人头。这波还好，最后打了。是的，这波虽然说是一换一啊，但是这个卡米尔亏的兵线也亏的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上路是一个六级打，我们看吸血鬼等级差的太多了。
对，治疗要拉起来，开一个盾。这边是有蓝 buff 的，技能输出非常快。是。一躲要拉的。这边酒桶要被换掉。是别有双技能重叫，这个换掉。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三包一还能让他亏的。那其实现在蓝色方的优势已经很，九分钟现在有4000的经济差。吸血鬼上路现在太舒服了，这个卡米尔的装备现在跟吸血鬼的装备差距太大。是的，完全打不到这个，就是完全感觉根本逼迫不出来吸血鬼这个血池这种伤害。而且吸血鬼现在已经八级，他在差，他现在应该就是两波兵的经验可以直接到九，到九以后的吸血鬼就跟九级以前就不太一样了。卡米尔的强行性已经完全过去了，虽然说他从头到尾好像都没有打得很强势，但是他这个伤害没有很强势过。一级太强。对，而且现在十分钟峡谷先锋已经刷新了，还有这个三分钟的塔皮时间。蓝色方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去把峡谷先锋拿掉，然后撞上路的塔，或者是在撞中路的塔，直接拿塔皮经济的话，那红色方就更难抵挡他们前期的这个攻势了。四人包二吗？这个边看一下怎么处理。这边一定要跑，打是不可能打的，我一根本就没打上来。四个人这边皇子是直接站在后面把你的位置给封死了。卡米尔交 TP， TP 劝退。你这边好在是还有一个 T， 王子就出来直接扛了一个左一，左一的伤害现在也有点不够看了。九种伤害还是很高啊，这个因为伤害是很高。又来了，这边还想继续包，但是这边其实杰拉的种子，一旦让他把这个种子给布开以后，这一波伤害也很高。杰拉其实现在应该赶紧把这个种子给激活了。太可惜了，这边他没有用 Q， 有四个种子在那儿放着。是的，这边其实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操作失误了，他应该先激活种子，然后由这个大招再来强化激活以后的种子射手。这边应该是要把下路双人组换到上路去继续压卡。皇子这边选择入侵一下野区，是在打蓝吧？对，看看在要不要在14分钟之前把这。想过来抓这个杰，一个一闪，但是大招被他的大招给躲了。这是卡了一个蓝色方的视野盲区啊！哦。反杀掉了这个皇子啊，有点一丝血逃掉了。杰拉，空视野的一个 Q W 就空了。吸血鬼传送后边，现在是有大招的，大招的杰拉一个人，把他杀掉了，吸血鬼被打死了。短了一点，这个 Q 短了一点，要不然的话可以。直接上伤害灌死了这个。不过刚才这样看的话，酒桶的伤害也是。酒桶这边是大拿的，他们是有大部分人。是的，他拿的是很多大人，确实非常好，伤害也很高。但是光靠一个酒桶打伤害就有点不够。这边皇子也是很聪明，这边皇子决定。先把 AD 投放叠起来，这边起到一个前排的作用。他活反正也不是不需要皇子那些伤害，陆谦已经六杠一杠六了，装备好上天了。满天跑，
子龙这边蓝色方直接直接拿下来，不给这个红色方任何场地。又开始斗争起来了，靠打米尔的一失误了，这边可能要死了，这边会等下一个地方抽掉了。Never fall。里面上单的经济差直接是一个五杠二对上联盟，然后还有一种金塔比四层塔比金塔比来到了对 AD 的金塔比来到了金塔比一共才四千块钱，金塔一共才四千块钱，这陆谦已经八千块钱也太狠了，这边皇子还是把选择把峡谷先锋打下来一生无敌的金塔比，这边为什么绕后好像要跟酒桶遇到了，结果这边是没有办法，他们在野区还想追着吸血鬼打吗，这边就没人到了，有个大招大招是不可以，但是有血池有大招是展现我一个亿，但是这边卢仙好像闪现撞墙，闪现撞墙，但是还有，但情况下我有了，情况下一个点收掉了酒桶，这边打成了一个零换四啊，到最后吸血鬼这波打的真的很漂亮，一个是的，吸血鬼是全靠他的这个经济优势直接碾压过去了，这边一个大招大中四个人，然后压上路二场，上二场就要爆破了。是的，那这样的话，今天就是直接上路加，看看这个中路的塔有没有想法吧。不知道。现在杰这个装备好，应该可以选择进行单带。然后皇子身上还有峡谷先锋还没有用。16分钟，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12000。红四方这边只能等一个机会，等一个单抓的机会，但是又不能去单抓吸血鬼，太灵活了。蓝四方这边的阵容太灵活了。杰现在果然选择去单带，因为这边看一下河道的视野，基本上都是双方都有，基本上都没有。在中路放峡谷先锋。而且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在中路待着，下路这个二塔也没有人去守。卡米尔现在也在自闭单带，炸回来，这个血量很健康，吸血鬼进场。来到了中路，拼命推进，卡米尔在后面，不想被后面包抄嘛？但是他们正面的血量跟不上，是的，而且现在没有人能拦，现在确实没有人能，太大了。卡米尔要上了，上手了，出头了，有很多 EQ 闪，漂亮。但是这边是一个满状态的满状态的杰进场了。是的。而且我们看一下杰拉现在这个黑暗收割八层，18分钟八层黑暗收割，这就完全是把这个没有打出来效果呀。那我们这边杰也是疯狂的打信号了。这边下条龙40秒刷新，我们看一下属性啊，是一条土。这场比赛龙的属性对于这个蓝色方也非常有用，非常这个非常棒。
还有一分钟，大龙也要刷。红四方现在就是必须要稳住心态，感觉这个卡米尔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这边这个鞋子也不出了，就是鞋子也不出了，三下就去了，还有很久，三我太难了，卡米尔。这样的话，自己本来经济就不多，就是鞋子不可能再多。酒桶这个鞋出手了，酒桶的伤害还是很高的。是的，酒桶这边拿的全都是大人头，刷档基本上都是。这边还有两个大人头，如果能想办法把这边这点上这个1700块钱的大人头。哦，杰，杰这边拿出 EQ 秒了九，秒了佐伊啊，秒了一个杰拉呀，然后顺手还带走一个佐伊，杀，实在太爆炸了。卡米尔终于带到了上路塔，上路五人，上路高级。这个可咋整啊？直接开着群体加速过来推你的门牙，都根本不愿意打架了。皇子好暴躁的皇子。大中四个人，对不对？那我们第一场 BO5 的第一场，我们恭喜 WSND 拿了胜利，然后稍后将 BO5 的第二场。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一会儿见。